这个好吃吗？会辣吗？哦，这个虽然写辣，但是其实不辣，一般人可以接受的，可以接受。我是说不辣。放手，不然我们都会死啊！不行，要死就一起死。放手，不然我们都会死啊！不行，要死就一起死啊！先生，买花吗？买花送女朋友啊！哦，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全部给我。好，谢谢你。我现在买那么多只，你要送我几个女朋友啊？和朋友吵架，别急着大声辩驳，先冷静下来反省反省，是不是自己真的做错了呢？想了想，如果真的是自己的错，也别紧张，认真思考要怎么把自己的错用言语修饰并合理化，尽可能的把责任推卸给对方。吵架时冲动是魔鬼，这样明白了吗？啊！好激烈的比赛啊！爬上来，阿文，到世界的顶端。